世界上有一种遗憾，叫做你落了相机，却没有按录像键。我够不到，啥？这上去是从这儿吗？也不是吧。冲冲小分队，真美啊，真的好好看。Yeah. I can stay here. I think it's kind of wider. Yeah. Okay.这是整条路最惊险的地方。妈呀！麻雀也是小鸟。麻雀是小鸟，你这看太多，还有知道独特鸟吗？
哦，我以为是什么渡渡鸟，神奇宝贝里的。还早着呢，你听着吗？这还得至少得有个垂直距离50米。这是我爬过最险的山。爽啊！论高度它不是最险的，但是问题是论危险程度真的是很险。它这个主要是有雪，我真的没有在雪里爬过山。靠，这绳子是松的，松的。你在22岁生日之前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？我希望能活着回去。我的妈呀！是的呀，而且这边的路都是自己找的。对，我靠，这个是有点东西。我们已经可以入选这里的滑雪国家队了。啥？快到了。走下山了，我们就对，只能走下山。嗯，其实这样太不错了。